小皮，这个暑假你在做些什么啊？睡大头觉啊，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，然后看漫画、看电视，还有吃很多很多东西，好过瘾啊！什么啊？大好时光就这样被你白白浪费掉啊？我还跟朋友一起玩电动，大战300回合，结果是我赢了耶！我很厉害吧？一点也不，你呀，逊毙了！难道前几天有更好玩的点子吗？那是当然的了。你看那边，哇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他们来做什么呢？来玩啊！哦，玩什么啊？你看了就知道嘛。好，我擦亮了眼睛，等待呢。眼前这一片蓝天绿地，这是利用松江河的中游河段所开发出来的亲水公园。许多爸爸妈妈都趁着暑假，和孩子们一起到这里享受自然与悠闲。春姐姐，你所说的好玩的点子，就是指这个，一点都不新鲜嘛。尤其嘛，你看这群人围在一起，他们在玩什么？是陀螺哎。刘老师正在传授他徒们的陀螺玩法，周围的人啊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都听得津津有味呢。船到天池的上面来，然后再往回让。这个叫做往复式的弹法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弹到陀螺的一半，弹到陀螺的一半，然后像你习惯用的左手或是右手，虎口向由外往内下面三个指头抓着绳头，这个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三个指头抓着绳头。食指、拇指拿在绳子最旁边这两边船，拿起来，拇指跟陀螺是成一个锤形的，成一个锤形，然后小指扣一下，手自然的下垂，鞭子朝前丢出去，手背与肩头高，不要往回拉，拿起来就这个样子，拿起来就这样子，人不能前进后退都不可以啊，鞭子朝前丢出去，手背与肩头高，不要往回拉啊。听完了老师的讲解，我也来试试身手吧。全姐姐一至一百记住0分，我们还是看刘老师的表演好了。看刘老师甩陀螺的样子，好像在跳舞哦。哎，好哎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转啊转啊转啊，我一转个不停，我的头也跟着转晕了。你这样就晕啦？老师还有更高明的招数呢。啊，是笨重的大陀螺，可是到了老师的手里却轻巧得很呢。你看，哇，好棒哦！除了这种陀螺之外，还有其他样子的陀螺吗？有啊。其实陀螺的种类很多，现在黄河南老师跟我们介绍这种可爱的陀螺。这是雌性陀螺，台湾早期的陀螺一种啊。它这个陀螺的下面这边有雌体。那么旋转下去以后，有很多种不同的状况出现啊，你看，蛇跟剑是打架啊，蛇跟剑是交叉这样打架，这是倒立陀螺啊，这是日本的这个陀螺，因为它非常有特色，所以很多国家的仿冒，日本、台湾啊，甚至美国、加拿大都有这种，很特色，所以可以看看它，它会倒过来。这是摩擦陀螺，美国制的，它这边有硬的橡子，那么要玩的时候45度角摩擦以后，它就会产生动能在里面啊，就可以旋转。这个还可以抓起来继续旋转，
啊，这是跟王法官那个不一样啊，很有特色。这是干陀螺，又叫做横立陀螺。那这是普通的，我们普通的这个塑胶蛋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要分别生蛋跟熟蛋有什么方法？就有这个方法就可以区分出来。如果是熟蛋的话，横着放，旋转以后它就会站立起来。那生蛋的话它就不会，因为生蛋蛋白跟蛋黄是流体，流体有惯性定律，它就没办法站起来。这五花八门的陀螺是不是让你眼花缭乱了呢？黄老师像献宝似的一样一样展示给小朋友们看，大家也看得兴致十足，跃跃欲试呢。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回，这一头除了各式各样的陀螺和世界各地的小朋友玩物之外，还有一些国内年代久远的铜罐哦。我们现在跟着曾老师去看看。好，你好。好，这是最早以前的干妈点了、哦。那这个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最喜欢来的地方、哦、为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小朋友有很多可以玩的可以吃的地方。那我大概挑几样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比如说像这个橡皮圈啊、哦、最早以前像这个你看抽牌啊，一到十道就可以抽到这么多条的橡皮圈。啊，小朋友就很喜欢来这边，因为橡皮圈可以玩很多游戏。然后再来就看看这里红包的抽牌啊、哦。你看现在小朋友可能看不到这种100块的。是蓝绿色的，现在已经没有这种100块绿色的红包了哈，抽牌。然后现在看这个是打弹珠啊，打弹珠的话，我们可以试看看。这是啊，比较早期一点的打弹珠，比分数跟老板比分数可以得到偶边啊，这种的。然后更早期，等现在都你小朋友都没有看过这种，看下去，哎，看看得到吉利哦，吉利的拔不拔不啊，哎。哦，我们就是得到一粒的八步，像类似这种早期的小朋友大家都没看过。然后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为什么一个洞一个洞呢？小朋友可能也现在很少看到，就是以前小朋友的时候，然后花个5毛钱，然后戳个洞，看看里面有什么奖品呢？那里面就会告诉我们，哦，可能得到是一支冰棒或是一个糖果这样子。对的，这是我比较没那么好运得到明细会库。好，再来看看的话，就是那在吃的方面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呢？冰糖型哦。在我那个时代好像是一个一角可以得到一粒，然后这个是面茶的时候我们那个是以前是一包五角，在我爸妈的时代哦，就是一个五角可以买两包，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、哦、一个面茶。然后就各式各样的抽牌哦，每个小朋友喜欢，像这个以前的时候抽哦，一只是一角或是五角抽的，看看对号啊能抽到什么样子的东西，这里面假如说就鱿鱼丝啊有什么东西，这个现在这种东西啊、哦、是比较传统的一个零食，跟现在小朋友吃零食很大的不同哦。然后看看这汽水，这个汽水像小朋友比较少吃到叫弹珠汽水啊。这弹珠汽水因为它为什么上面放了弹珠，一定要把弹珠压下去的时候它才能喝到里面的东西，所以小朋友喜欢这里面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叫它弹珠汽水，里面都有两个弹珠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吹泡泡的哦，这种吹泡泡现在小朋友都很少吹到，那里面的话泡泡把它拿起来吹吹很大力，这样子吹在空中这样飞非常好。然后再来你看看这个东西刺绣哦，这是小朋友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的，而且是小女生哦，在学校甚至在学校以前美劳课的时候，老师甚至会请小朋友带这个东西去学校刺绣啊，让小朋友体会到以前做那个女工那种啊，女孩子做女工的一些情况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杂货铺啊，你看这个烟草也是，烟草还有这个烟酒公卖，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才有这种卖出来哦，现在已经几乎都没有这样子，现在已经都被现代化的那个 7-Eleven 取代了。小朋友可能不晓得，最早期的杂货店是这样子的情况，现在看一下都是。玩过了旧式的铜罐之后，我们来玩一些动动脑的游戏。
QQQ 的时间到了吗？不是，益智游戏区。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奇形怪状的铁架子，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铜腕哦，每一种都包含了我们老祖先的智慧，想要解开它们可得好好用用脑子咯。呵，我最聪明了，我出马一定行。好啊，试试看就知道啦。姐姐被考倒了，雪姐姐你好逊啊。雪姐姐好像掌握诀窍了，解开嘛。雪姐姐好厉害哦，换我来。小皮是动脑子，不是动嘴巴。哦，我想想看。看看其他的小朋友都绞尽脑汁的思考解题的方法，有的是结合两人的智力一起想办法，这方式也不错哦。其实啊，这里的益智游戏虽然取自古老的创作云里，不过都经过了设计者的改良，难度并不会太高，只要熟悉加上细心，解题并不难哦。小朋友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话不能说得太满，也不能乱吹牛。你看，小皮就是最好的例子了。好啦，你不要乱动啦，我帮你解开吧。以前的小朋友很少没玩过弹珠的，甚至啊，把弹珠当成是一种财产。谁拥有最多，谁就最威风了。那我们也找几位小朋友来玩玩弹珠嘛，好不好啊，春姐姐？好啊，弹珠是一种便宜、好玩又漂亮的铜玩哦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玩呢。不用怕，我来教你。我们邀请了一些小朋友跟我们一起玩。首先呢，每个人都在瓮子里抓了一把弹珠。可别太贪心哦，当心手卡住了出不来。第一种玩法叫抛击式，只要拿起自己的弹珠，在手上顺势抛滚出去，滚进洞里就得分了。另外一种玩法难度比较高，就是弹击法，是运用自己的手指去弹自己的弹珠，只要弹珠滚进了洞里也能得分咯。姐姐，你快看，天上的风筝哎！飞得又高又稳呢、啊。放风筝好像很好玩呢，要是能够带回家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喂，小皮，你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啦？璇姐姐，你知道哪里可以买这道风筝吗？我好想通通把它们买回家哎！不用买呀，你可以自己动手做啊。可是我不太会做嘛。放心，待会有老师教我们怎么做。哇，太棒了，我一定要做很多很多个。真的吗？说到要做到哦。我要先去占几个好位置喽。哎，小朋友，你们也要仔细的学学看哦。老师告诉我们，这种简易的鸟造型风筝做法很简单。首先呢，先把纸张揉成一团，然后再摊开，就变成一张很皱的纸了。如果你觉得不够皱的话，可以再多揉几次，直到你觉得可以了为止。但是不能揉破咯。
然后再将现成的鸟造型骨架贴在上面，稳稳地贴住。贴紧以后呢，再用刀子把骨架外的纸慢慢地去掉，这样鸟风筝的样子就慢慢成型了。当然喽，鸟只有翅膀没有身躯，也不能飞，所以还是要将鸟的躯壳架上去。架上去之后呢，你看风筝是不是就完成啦？自己动手做的风筝，如果能够成功的飞上天空，那是多么令人开心又得意的事啊！可是风筝飞不上天空，却一直打转，这是什么问题呢？这个风筝呢，要很大还行，人的话，这第一层，第二层连这个两根翅膀嘛。一定要很标准，不能这里糊的布太松，这里太紧也不行。一定要紧，就是这边紧，这边要紧，两边都要一样的。哦，坐回上去就不会这样。啊，这边松的话，它当然会去这边呢、啊。这边嘛松，它的外围这边呢、啊，啊，这个很简单的、啊。风筝的起源就是在中国，发展到后来演变成各种多姿多彩的样子。连四方形的盒子也能飞上来，这种远远看去近似一群战斗机在追逐的风筝可不简单哦。很多人啊称它为技术风筝，它可以随操作来改变风筝在空中的飞行路径，或者大玩追逐游戏。这是因为它是用两条线来控制它的飞行，而且它的操作必须经过专家指导和练习。你看，这长达百余公尺的蛇风筝，正以高超的技术在空中盘旋呢。水泡泡是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的游戏，不过呢，今天陈姐姐要带大家去玩一些不一样的泡泡。什么样的泡泡啊？哇，好大的泡泡哦！原来这里的泡泡不是用吹的，而是用捞的。一个个又长又大、奇形怪状的泡泡，看它的样子啊，还真像一条大肥蛇嘞。其实啊，这些怪泡泡的制作原料就是肥皂水。一颗一颗的泡泡咕咕的冒出来，不止孩子们玩得很开心，连大人们也玩得忘了自己是大人了。玩过了大泡泡，再回头看看小泡泡，发现他们是在小巧的可爱。大大小小的，就像满天飞舞的玻璃珠。啊，就是看着透明葡萄哎！喜欢吹泡泡、抓泡泡，小孩子的天性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小朋友的欢乐童年和水是分不开的，尤其在炎炎的夏日，水是最受欢迎的玩具喽。在这里有一座水迷宫，到底水迷宫里头有着什么样的惊奇与刺激呢？陈姐姐现在就要去亲身体验一下喽，走！什么也没有嘛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哇，太刺激了，我不敢看了啦！在水迷宫的大人和小孩仿佛都
带雨水共舞，每一个人都尽情的汗水拥抱哎。而据说玩水是最快乐的童玩，相信很多小朋友都会赞同的哦。陈姐姐现在不在，现在是我小明当家喽，由我来回顾今天的重点。我们今天玩了许多种童玩，包括陀螺，要跑很远，而且大力气才能拉得动大陀螺。有世界各地各式花样的小陀螺，还有刘永和老师的百发百中陀螺。对了，还有玩弹珠，超级式的也有弹击法，有传统型的也有技术风筝的，还有吹泡泡，还学会风筝的简易制作方法。大家可以用简单的材料做出好玩的玩具，好玩的玩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去买哦。放风筝要注意些什么？一，一定要在平坦空旷处才不会跌倒。二，避开电线、高塔及天线。三，打雷的时候不可以玩风筝哦。四，不可以在大楼顶上玩。五，风筝不小心摔坏了，一定要带回家，不可以造成环境污染。风筝线要修好，免得绊倒别人哦。小皮，今天你玩得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一转眼暑假又快要结束了，小朋友们不妨也趁着这倒数的几天自己动手做做小童玩。对呀，像小风筝、陀螺还有其他许多许多都很简单而且又好玩的哦。等到开学了还可以跟学校的好朋友分享哦。希望在这个暑假的尾巴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，但是别忘了还有暑假作业哦。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观赏儿童天地。